欢迎来到幸福时光动力会，樊诗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穆奇好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一开始要问一下那个，那你是如何把它塑造成这么迷人的反派角色？在塑造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跟着剧本的描述，那当然自己有去观察了很多不同的领袖，或是我曾经身边的人，或是看过的一些师父，他们大概有的样子，然后加上自己的想象，然后去做一个角色的塑造。传统的话应该是可能比较你知道稳重庄严，但老师的你要是说了好像表演艺术家一样，您当时在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有考虑到这一点，会不会叫挑战观众的一些尺度？我看过纪录片的时候，有一些教主他们以前曾经想要当演员，那我觉得这个点很有趣，所以我在内心可能有放一点这样子的设定，也可以拉近我跟这个教主之间的距离。猫会是你的灵感吗？当时在塑造形象的时候，就是亚伦他有学猫，他那个插头笑，你是爆，你回家，认知有落差，毕竟都是猫科啊。OK 啊 ，OK。你在里面是演大明星，等于就是在演自己现在的角色嘛？有冲突吗？或是其实会有一点跟自己太像了？其实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个角色跟自己蛮近，然后也会有点害怕，因为。你有一个层面，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，好像就放在这个剧里面让大家知道。包括当艺人的时候的那种种种的不真实、心虚，又或者是说，对于这些舞台，你到底能够掌握到哪里？然后对于这些掌声，你又对得起多少？你的表演，包含跟观众的互动，这一切一切，在台上的那一分钟，那一刻。就已经是孤立无援，所以很矛盾，在这个大明星的角色里面，这一件事情被放了蛮大，所以蛮害羞的。第二集的时候嘛，就是你被迫要到楼下接受记者的访问，对。那访问完之后呢，你上去就看一下你的社群，那社群当中有很多的面向，包含了当时的事件啦，讲到你的事业啦，或是感情等等，这个东西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我觉得哦，好像。是编剧有特别拿你自身的例子把它掺到里面吗？你当初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其实我问过洛英老师，所以他我就问他说，这角色会不会太类似我的遭遇这样子？然后他说他是你，但老实说他不是以你为范本。我不知道是他讲这句话是为了让我在表演上面有。比较充足的缓冲空间，不要让我马上就贴合到我的人生，还是说他真实的状况就不是在写我這樣？但无论如何，就是他的这一段描述，对我来说虽然很平淡无奇，但是帮助很大。因为你会跟这个角色有一个安全的距离，你可以稍微用旁观者的角色去看这个人，不会让自己陷得很深很痛苦这样。是人生当中一定会有这些起起伏伏，除非你真是真命天子，永远都在高潮。对，如果你去逃避那个低潮的话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，你有可能就从此也不当艺人了。那你如果真的很喜欢你现在做的事，就是。让自己去跨过去接受跟面对自己在低潮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痛苦，可是真的是时间拉长，就以前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觉得哇这低潮会真的过不去，但你其实时间拉长，你看十年来看那低潮可能就那一两年，但是就可能是个小小窟窿而已，对，小窟窿那可能我真的是比较大一点还是你本身也算神经大条会吗？就是这个哦、okay oh, no 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，遇到什么样的话术，你真的会无法招架，然后可能就比方说买单，或者是就真的信了。因为像亚伦刚刚讲的嘛，你是买东西很容易。对，我曾经，如果我夸奖你，你就会，我一直捧你，你就会。你说一直捧我，对，就会买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不走这种路线。我就说这个东西有多独特，我才会买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讲我，因为我知道我很好。对，很好。但是如果这东西真的独特的话，
哎、欸，这个不能不买哦、喔，最后一件，对对对对，最后一件。然后只有你穿好这样子，然后你这是你的衣服哦、喔，就买了，就买了。对对对，我就是那个阿姨就说，哎、欸，帅哥帅哥，我觉得早餐店就这样子啊，那你真的很弱。每次早餐都买500块，大家都帅哥，不是吗？只能去台北车站分给街友，太多。所以你们在事业低潮的时候，有没有真的有业界的人？他们可能本来就有从事一些宗教团体或是心灵成长，然后有跟你们接触过，你们有这样的例子在吗？我是没有，但我自己就很常就是，比如说我之前演戏，我觉得哇，我真的演的真的很不好，演的很烂哎，然后有时候我会自己去拜拜，我自己拜拜说，对，好充足哦，演的很好，拜托就这一次就好，让我演好一点。我真的影帝呢？在哪一家？我都去，我都去行天宫，行天宫去行天宫，我会去收金的，对对，被自己演技吓到了，收金。那这边也讲的是转变，原本可能也许不是你要想转变的，但是不得不你转变，那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我阵痛其实在从演员转到主持，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做演员，然后对，然后转到主持的时候，哇，那真的是太难了，主持真的太难。哎，你是不是有跟我分享过，你主持的时候其实是有常常被干掉？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就是其实就因为你很慌，然后。现场常常那个机会是一闪而过，因为可能要临时接受，哎、欸，这边来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可是过去的时候你这 就卡住，然后又要讲台语，然后那导演就会就是因为他希望你好，所以他就会说你刚刚在干嘛？就是为什么那个做过你讲什么话你都讲不出来，然后其实你就会内心是很自责、很受伤。对啊，我的事业其实虽然是我为主角，但是我背负着蛮多人的。责任，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不得不，我会转换成我很想要担起这个责任的那种感觉，OK， 好，最后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吗？这部影集为什么要看？好吧，好，为什么要看呢？就是当你去行天宫受浸的时候呢，觉得没有什么用，哎，可以来幸福慈光动力会经历一下人生的高潮跟低潮，因为我觉得信仰确实是一个可以抚慰人心的事情，是。我觉得这是一出，如果你在一个很，也许你现在很迷惘、很彷徨无助，也许也可以来看一看。那如果你并不彷徨无助，但是你对这题材很有兴趣，我觉得这一定会让你非常有处处都有惊喜，它绝对是一个话题之作。OK， 谢谢两位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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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